那这花我怎么往下接呀、啊？外线，大 Q 的三分球，短了，长篮板崩出来，杜红再组织进攻。雷迪克接球之后的两分球跳投仍然没有。这魔术队刚才那一波呢，打完之后啊，命中率下来了。防守防防下来，但是进攻也得打球。对，这样再给到戴维斯。你看现在尼克斯进攻啊，尼克斯进攻很难打到这个罚球线以下。山伯特再来，骑马射箭抛投漂亮。得分最多应该就山伯特了。我刚才看一网友那个 ID 很有意思，嗯，叫柯阳马，这是今天咱仨的组合呀。把我排最后，大小个排队呢。这样是什么呀？就像 NBA 这个球队的出场仪式一样啊，最不重要的人搁在最前面。柯阳马，那我最重要。哎，马指导最重要啊？是吗？对呀，因为你头最光啊。是吗？啊，他说了，说这个看钱德勒那表情啊，心里想了，说你们这帮不让我省心的啊。我休息休息容易吗？那个其实也是该上了，因为很难见到一支 NBA 球队，尽管说大比分领先啊，也很难见到在整个第四节不上主力的。嗯，这对面得差成什么样才能这样？对面多羞辱啊！啊，好，再打了，人家现场观众该喊了，那换科凡上。我觉得有的时候，那个有的球队啊，主力队员要求上场，因为他有个规定，啊，说这场比赛。如果你打不够20分钟的，嗯，你第二天得训练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在这时候，有的时候为了这凑这20分钟，一看打这比分，将来我上场吧，为了明天不训练，对，还有这种事啊，有，那咱们这个 CBA 有吗 ？CBA 那就不知道了 ，CBA 天天在练 ，CBA 像这个绝对先发球员一上去咣当干40多分钟，这个第二天还得练，那也够辛苦。以前我跟北京队保级那年98年，我也干过这事儿。以前他们在石景山那训练，我在国贸这边住。然后呢？刚开始飞枪那么一点不是那，然后那时候刚回来，又堵车，房价又贵啊。后来刚开始以前也跟马布里是坐地铁，啊，后来不行，当那年从美国第一年回来，坐地铁人太多，好家伙，人给我照相签字，这一路啊，坐地铁过去快呀，啊，上面得走一个半小时、俩小时才能到首钢那边。嗯嗯，后来我一看老赢球，我就跟那个袁那是袁超袁指导，那袁指导啊，我跟袁指导说，我说袁指导，咱那个能不能少点训练？袁指导给我反问我一句，嗯，咱再赢球吗？我说赢。赢了那就可以不用来了啊。云这个袁指导是属于这怀柔政策，这个捧其实米指导跟袁指导一样性格俩人，嗯，对，但是这个袁指导这个怀柔政策呢是更明显。前一段时间北京这个京骂不还得袁指导出来解释吗？嗯，说的话很中肯也很委屈，这个其实球迷实事求是嘛，球迷嘛在场边看一球喊什么你还管得了啊？就跟咱这儿说球似的，球迷在微博那儿留言，说你什么你还管得了吗？不，你能管？你能拉黑啊？我能拉黑，但是我罚不了人家钱。不，你也能罚，罚不了。不，你现在不光是不罚，你还找人说我生日啊？对，你看看别人过生日都是收礼物，我过生日是送的。A lot of times when we go to certain places, different rec centers, different boys and girls clubs, everybody gets a great feeling because they're doing something good and making somebody smile. And also, we're having fun at the same time. That's why we're smiling. I think the best comment I've got. 有一网友说了，说这个钱德勒长得像不像徐锦江啊？仔细一看，好像还真有点。To be a better person is it means much more than. 我觉得像鲁智深的。嗯，对，之前有。我不知道鲁智深长什么样，问题。对。啊，有一网友说了，说季后赛输20分不算个啥，火箭2005年季后赛对小牛就输了整整40分。这个大比分的比赛。又离跑投。不投要自抢啊！暂停之后呢，尼克斯队又换下了钱德勒，上了哈里尔森了。我倒是有兴趣看看这个魔术队这边暂停是如何来布置。我们看啊，暂停，霍华德坐在了最远端，尼尔森是和这个球队工作人员有说有笑，这球队没有问题，他才怪了呢。教练员自然布置战术，这个当家球星坐在最远端，自己在想心事，看星星。这个时候主力队员啊，
恨不得离这个主教练越远越好，您可别再叫我了，我已经身体都冷了。对，嗯，有一网友呢叫佐佐罗的小屋啊，说这个问今天谁过生日、啊、他刚起床刚打开电梯，说今天啊他老婆生日。哦，这是瑜伽的小号啊，大家赶紧去关注这个叫佐佐罗的小屋啊，他是瑜伽老师的小号。什么叫小号啊？就是我听过小蜜，没听过小号啊，就是这个马甲啊，听说过吧？嗯，这都是网络用语、啊、对。你今天多次提到瑜伽老师，是不是瑜伽老师在球场上休呢？可能吗？你看科班来劲了，一说这科班就可能吗？真正啊，真正说这个打球，打球啊，解说的北京广播台的王毅啊，那是一把好手。另外呢，就是你了，就打不过的这个老马重阳打球不错，是吗？我打不过，马重阳是斯科拉型选手啊。流星雨呢有个儿一米九，欺负你啊！杨健是诺维斯基。我老说我自己现在老是。